虎年即将到来，那台湾大运百战士是啊虎年特别推出了啊虎虎生风新春福袋的活动。啊，因应这个疫情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这次全部采取预购。啊，预购时间是从元月的1月15号到2月1号，啊下午的1点为止。啊，那整个部分的话，我们这次推出的是二重送的活动。啊，你只要凭啊500元，国内500元的发票，再加上黑金购卡及1000元的现金，啊就可以来购买这样的福袋，限量800份。那两重送的部分怎么送呢？第一重的话，我们会有基本奖。啊，基本奖的部分会有啊筋膜枪。还有那个调理锅，还有这个耳温枪啊等等4选1的活动。另外我们搭配馆内的餐厅啊，还有香格里拉推出的使用券啊，每份福袋的价值都在1000块以上啊，是非常的超值。那第二重部分的话啊，有机会来抽中我们价值啊50000块以上的礼券，另外还有包含啊这个 iPad 十，还有一个 iPhone 13，还有那个吸尘器等等的大奖啊。这大奖部分我们在2月1号下午的啊1点半啊，在我们6楼活动中心来推出。我想这是非常优惠、非常好康的。另外，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邀请到北汕尾啊入我们的天后的妈祖娘娘来给我们祈福，所以说我们消费者不仅买到了好康，而且又把夫妻带回家，啊是多一举数得。那另外在整个一个活动部分，我们过年期间也推出了非常多的活动。啊，另外我们在一个提供安心卖场部分，我们馆内不管是量体温还是10连制以及啊整个一个清消啊全馆的消毒动作，我们都定期在做啊，提供一个安心的卖场给顾客来做一个消费。所以说希望啊各位消费者能够在这一个新年期间啊到馆内来啊走走村多逛逛啊。那另外在最后我也希望说在这边跟各位消费者拜一个早年。好，预祝大家虎虎生风，虎年行大运，谢谢。